鳄鱼，第一把就搞鳄鱼。雷克顿陷入疯狂的你，你已经糊涂。然而，我要终结你的痛苦。 哥们，真就一打就上当了，啊，这连体<笑> ，a dog， 神装了，游戏结束。 对面猴子打野队的，恩赐异世界，名字还挺有，还来呀、啊，抓上瘾了。 那怎么<笑>一打就E上来呢？别那么上头啊！为什么咱不好好打呢？哎呦，这我发现，这我发现这鳄鱼啊，好像也挺好打的。打鳄鱼先冰刀啊，而且我又是必做萃取，做萃取可以兜底一下经济。 这是一场冲，你不会又要E上来了？啊这！哼！主刀打得过白银刀妹吗？不好打呀，不按分段来的，刀妹不好打。
过25块，好赚。躲起来。他买了双鞋。哥们别打了，补补刀吧。别打了，补补刀吧。怎么一勾引就用 E 啊，好机械性啊。这太机械性了，哥们，这七分钟冰刀了。啊，这！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兄弟，意志要钱的，不是不要钱的。啊，这！一把冰刀不会太脆吗？不会，这把只是太顺了。你像平时出冰刀，时间十分钟左右往后，但你要先买萃取。我出冰刀不是让你去跟他干的，是你慢慢发育之后，如果说对方他失误了，对吧？你买这个小青鱼打鳄鱼会好打很多，因为我发现你买什么你打的都不好打，那还不如一开始就买小青鱼，你买。黑切也是被暴打，你买星虫也是被暴打，你买什么都被暴打，主要是没伤害。哎，我发现这车不错。没了呀，哥们！怎么这样？我吃不到。亚索在往上走，居然没回头！我还想说那鳄鱼回个头，我 Q3 Q4，早知道杀光辉了。哇操，这么能忍得住，还行吧，他也没吃太多。还行，不是很大的问题。我曾经有另一个名字，如今我们是这炮车可惜了。我操！An ally has been slain. 我是安妮，你的神。我是没想到光辉会跑上来。
我感觉鳄鱼可以杀我，超多食物了。我这波超队有点小失误 ，Q 放的有点急，急了，但又好像没急，急了还是没急。 哇，这么上头！
啊！要 Q 出来他死了 ，Q 出来可以减速。红 buff， 太久没有再买装备了，把这个换成不假鞋。哇操！一棍子，哇难受，雨露均沾。 我操！这猴子发财了，2000块。再来个破阵子无敌，还行吧。其实这把可以不出破阵子，我们可以直接做那个黑棋。Shut down. 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 毫无保留，主包居然被黄金单刀妹单杀，很正常，白银也能杀我，主包太弱了。啊！ 顶号耶！号主你在干什么？号主你在干什么？号主你在干什么？这版本剑魔带致命节奏会不会更强势一点？剑魔带致命节奏吗？那可能攻击力会有点少。 可能会有那么一点，结束哩，结束哩，来拿下拿下，大伙，哪天有空你想用永恩跟主包打，当当你是。